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看似简单，却能真正改变人生的习惯——早起。前几天在群里闲聊，有人提到一句话，早起是狠人。我当时一愣，这话听着有点意思。你想啊，早起真的需要狠劲儿，特别是冬天，窝在被窝里太舒服了，不是吗？但细想一下，为什么真正厉害的人，往往都有早起的习惯？我开始留意身边那些高能量的人，发现这还真不是巧合。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聊聊，为什么早起这件小事能改变命运，还有怎样做到每天早起，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别急着下结论，也别觉得这是鸡汤，听完你就会明白，这其实是一种掌控人生的智慧。为什么早起可以改变人生？古人有句话说得好，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时时早，事事早，意思是不要觉得自己起得早，世上还有比你更早的人。早起不仅是起床时间的问题，更是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，而这种能力能给我们带来自信、健康和希望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早晨闹钟响了，脑子里两个小人开始打架，一个说起床了，别拖延，另一个却说再睡十分钟吧，很快的。如果这时你能战胜那个劝你赖床的小人，你就迈出了掌控自己的一步。早起的意义就在这里，它让我们学会了用理智控制身体，用行动打败惰性。其实早起不仅能让你更自律，还能让你更高效。古人为什么推崇早起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晨是大脑最清醒，学习和思考效率最高的时候。想想学生时代的早读，你是不是记得那会儿背的东西格外牢？即便出了社会，早晨依然是学习和工作的黄金时间。趁脑子清醒时学点新技能，读几页有价值的书，都会让一天都过得充实。更重要的是，早起能让人从容。人最怕的就是被琐事追着跑，整天忙得焦头烂额。可如果你早起一小时，把一天最重要的事提前完成几件，接下来你会发现，一整天都井井有条，你在掌控时间，而不是被时间追着跑。这种从容感会让你越来越自信，面对生活也更加淡定。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，就是早起会增强你的磁场。咱们的老祖宗讲究天人合一，认为人身上也有一种能量场。道家学说中提到，早晨6:30是一天阳气最旺的时刻，这时候起床最能感受到天地的正能量。你是不是也发现早晨起来后精神特别好，但赖床到中午，整个人反而会觉得浑浑噩噩？这种差别绝不仅仅是心理作用，而是身体和环境的互动在发挥作用。做到早起说起来简单，但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。许多人都会说，我也知道早起好啊，可就是起不来。这其实是人性的共性，因为我们天生有惰性，总想待在舒适区里。要改变，就得从内心深处找动力，再通过科学的方法一步步去实践。想要早起，首先得唤醒内心深处的信念。古人云，有志者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。苦心人，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一切改变的开始，都源自内心强烈的渴望。如果你没有一个让自己热血沸腾的目标，早起就很容易半途而废。问问自己，你为什么要早起？你是为了掌控生活，还是为了实现某个梦想？这个目标必须具体、真实，能够让你想到就想立刻行动。比如说，为了考过一门专业资格证书，或者为了腾出时间健身，这些都是具体的、触手可及的理由。其次，绑定实际利益。很多人只靠一时的冲动早起，这种状态持续不了多久。你得把早起和实实在在的好处关联起来，形成正向循环。比如说，早起后完成一项具体任务，会让你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。短期目标可以是每天早晨花20分钟记英语单词，长期目标则是3个月后提高口语水平。只有当你看到早起的好处时，你才会越来越愿意坚持下去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那就是选择一个积极的圈子。孟子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人是群居动物，身边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极大。如果你周围的人每天晚睡晚起，浑浑噩噩，你很难独自早起并保持高效。但如果你加入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圈子，比如晨读群、跑步群，你会发现每天清晨都会有人在群里分享他们的行动和成果。这种环境会不断刺激你，让你自发地想要变得更优秀。俗话说，
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一个正能量的圈子会净化我们的思维，让我们不断进步。当然，要做到早起，科学的方法也必不可少。很多人失败的原因，是因为一开始定的目标太高，想一步到位，结果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。其实，早起是可以训练的。比如，先从每天提前15分钟开始，逐步调整作息，而不是一下子把闹钟调到5点。起床时，闹钟尽量只设一个，避免自己找借口多睡几分钟。而且最好选择一首自己喜欢且节奏感强的音乐作为铃声，帮助唤醒大脑。最关键的一点，起床的标准不是睁开眼，而是下床洗脸。这一点看似简单，但很多人卡在这一步就会再次倒下。对于自控力差的人，可以尝试用外界的形式激励自己，比如每天在朋友圈打卡，或者邀请朋友监督。这些小手段虽然看似形式主义，但在初期会带来很大的推动力，尤其是当你逐渐养成早起的习惯后，这种成就感会成为你坚持下去的动力。记住，真正的早起不是仅仅比别人起得早，而是用早晨这段黄金时间做有意义的事情，掌控自己，从早起开始。这不仅是改变生活的第一步，更是实现梦想的开端。早起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，更是一种能量的积累和磁场的强化。或许你会觉得这些说法有些虚无缥缈，但细细一想，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感受。那些坚持早起的人常常显得更从容，更有活力，甚至整个人的状态都和周围不太一样。这并非偶然，而是一种自然的能量流动在起作用。我的家庭背景里有一些传统文化的熏陶，尤其是对于阳气和磁场的理解，让我对早起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感触。古人讲日出而作，那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活方式。早晨六点半左右，正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刻，天地万物都在新生的气息中复苏。这个时候起床，整个人会被这股清新的能量所包围，感受到一份独特的轻松和清醒。而那些贪恋多睡一会儿的人，通常会发现自己浑浑噩噩，起床后甚至感到更疲惫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？从心理学角度讲，早起带来的成就感会让人更加自信，而从传统文化的视角看，这是一种磁场的变化。早晨的高能量时段是你调整自身状态的最佳时间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能量场，与身边的人和事息息相关。当你的能量充足时，不仅精神焕发，吸引力也会增强。俗话说，精神抖擞，运势自然开。这是因为你的状态变好了，自然会吸引到更积极的事情和更正能量的人。这样的改变其实很微妙，但也最真实。比如我身边有朋友是企业高管，他的习惯是每天五点半起床，先跑步，再花30分钟阅读。他说，这段时间不仅让他头脑清晰，还让他在面对一天的工作时更有掌控感。早起的他总能提前做好准备，而不是临时应对。久而久之，这种从容的状态让他在工作中脱颖而出。再比如，我自己早起的动力起初只是为了完成一些学习任务，但后来我发现早起不仅让我在具体事务上高效完成，还带来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和满足。这种感觉是任何其他时间段都无法替代的。你会发现自己不再被事情牵着鼻子走，而是可以掌控生活的节奏。更重要的是，早起之后的人生状态会更积极。那些坚持早起的人往往对生活有一种乐观的态度，因为他们每天都能从一个最好的状态出发。而当你从这种高能量的频率出发，与人交流，处理事物，甚至只是简单的与自然对话时，都会感受到一种和谐和美好。或许你会觉得这些变化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坚持早起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在潜移默化的发生变化。你的磁场强了，你的吸引力变大了，身边的好运气也似乎变多了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因为早起让你在无形中调整了自己的节奏，让你的生活变得更高效，更从容，更充实。所以，掌控生活的第一步从清晨开始。别怀疑那一声清晨的闹铃，它不仅唤醒了你的身体，更是唤醒了你内在的力量。每天早起一点点，让你的磁场逐渐强大，吸引你想要的生活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